哎呀，碰错一点。哎呦！晚安，晚安。哦，我在跟另外一位讲话。要翻，当然翻译啊！刚才看不懂啊，麻烦了，感谢。哎，现在可以这样哦。想到一件事情，哎，怪不会生在这边啊！哦，有很好的回忆。对啊，这也是我小时候玩的，哎，这也是我小时候的回忆。反正看到人家打什么英文，第一件事情 ，Welcome。你看，英文不好好学，就跟我一样丢脸。怪我们英文老师啦！哦，刚好哎，不会太强啦，七八，挺好养。哇！好了，再来就是敷平台啊。等一下，我去拿水，不是水啦，拿火把。不是啊，就说我那个以前老师。对学生的方法就是不对哦，哪有不奖励，什么不鼓励学生，反而是学生就是个垃圾那种感觉啊，完全学生考好不会奖励，反而是用哎呦考这么高哎，那种感觉啊，你碰到这种东西，你还有心情去学习吗？刚都喷光了啊！天啊！要干嘛？你比我更惨。英文老师是我爸，哎呀，恭喜你啊！
那你英文应该也很好啊。那你压力也很大吧？如果老师是爸，那个英文老师是爸爸的话。我突然腿软了一下，我的天！刚瞬间腿软。盖这么高，没按好就会死欸。这样盖盖，石头就这样没了。我刚才考虑我要盖三层还是两层，三层的话会升安德，可是空岛要中介珍珠要干嘛？想想啊，算了，两层好了。
啊，蚊子走开。打到你了哈！对啊，我这是下半砖呢，所以不用插火把哦。你看，这是一格、两格、
这是下半砖哦，这是我再来要注意留意。我想一下哦，我下面先盖好好了。摔落的地方，啊，我觉得不一定会摔死哎，所以应该是这一个。我看一下哦。冲下！平砍这样。做收集物资的哦，先试试看啊，如果不能的话再重新盖，可是这样会死人呢、欸、天啊，好啦，要开光咯，白痴哦，嘿咻，13个生物，19个生物，还有，哇！不是啊，水流啦！屁咧，又死掉啦！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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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不要不要！你看不到我。好。
没事没事没事。太小，太小。好了，看来效率还是不错的，只是蜘蛛有点难死而已。欸，可以，还是可以，欸，还不错啊，这效率还不错，欸，很棒。OK， 只是我们需要收集它。很棒哎，这就是玩空岛最棒的地方，就是盖深怪塔很有成就感。你看楼上五十，我切个创造，我切个观察者，哎，怎么又没有了？哎。你看这个效率很棒吧，就麻烦是麻烦蜘蛛这个啦，蜘蛛不会下来，所以是烦在这一点，所以后面可能蜘蛛会卡在上面，不会下干什么？